士林区儿童成长班的家长与孩子们联合欢迎多年与慈济互动的家庭参加岁末围炉。因为我觉得，因为爸爸妈妈一起跟陪他们做一些事情，他们会觉得很快乐。尤其在跳的过程中，他们一直会看看爸爸妈妈有没有一起在做。对对对，我觉得互动亲子互动会更好。他们从中会学习到说，自我、约束，然后该做的事就应该来做。为了一首不到五分钟的带动唱，家长陪伴孩子多次练习，把歌曲唱熟，搭配动作，左右要协调。接近完美的时刻，更要展现笑容，融入热情，才能如愿地把温暖的爱在寒冬中无漏地送到弱势家庭心中。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台北报道。至于上人行脚行。